进到军舰内部的机会可不常有，像一窥雄伟的舰艇内部藏着什么样的奥秘吗？快到德阳舰军舰博物馆满足一下好奇心吧。原为美国驱逐舰，服役近30年的德阳舰静静地停靠在安平港边，历经多年的修复与规划，如今摇身一变成为最具特色的实体展示船舰。在岸边欣赏完后，不妨登舰亲眼看看保存的火炮、通讯雷达设备和操作室等，体验一下海上官兵的生活。快带家里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耍耍帅吧。